有你有看我那个超扯的那个魔术？哪个？待会那个啊。哦，有啦。哦。哦，我是看现场版的。对，我要很丑哎，那个魔术。可是大家觉得我把那个什么，把那个什么卫生纸塞在那个什么？塞在那个丢在那个水洗手台，其实我根本没有丢在洗手台，然后变得更扯了。你们一定没有看过，我现在突然想到的，现在想到，我是原本都把它丢在洗手，不是丢在洗手台，我真的不是丢在洗手台哦。我在讲什么？来，我现在那天真的变不见之后，发现我不知道怎么大便，不然我就哎一只口疾。后来我想到一个新的，把它变出来的，要这样子。来哦，镜头带好，等下网友又要怀疑我是。来哦，一二三，快！照样，照样走，免得人家以为我就是这样。搓一下，来哦，搓一下哦。扯不扯？现在在怀疑啊？你们抓到破绽吗？抓破绽啊！抓到破绽，卫生纸送你，如果抓得到的话，抓到，抓到的话，喜欢的内裤给你，一定要的全部都给你。